就以前宗轩第一次上幼儿园两次两个月，就比宗明浩可能现在小两个月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怀宗明浩没有生了，然后送去幼儿园，有个视频就他参加快乐大本营，然后说你要不要去幼儿园，我不要，我看到丽丽老师说什么 Hello 那我们去幼儿园好不好，我就一直哭。其实他今天来的时候他也不开心，他不想，可是我看到他啊，然后我好高兴，但也有点感触哈，觉得孩子要长大了。长大了，我的小儿子第一次上，然后你能这么回来，是完全想不到的吧？就上车的时候觉得在，会不会在学校门口可能还得大闹一场啊？我觉得他会跟我走吧，就是啊，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他觉得没有，又高兴然后又有点难过，就是。高兴哇，他们容易那么快，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就是你想他们回来接受这边的教育，可以很快融入到集体。虽然老师也说有的部分他们可能好像不懂，比如说社会角色的扮演，因为在美国没有上过这个部分，可是他们很开心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开心就是我的幸福。我先回去。